know that Beijing Opera is deeply rooted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any stories are based in literature. The next one, The Wit at Riverside Pavilion, was written by a very famous a master playwright. His name is Huang Hanqing in Yuan Dynasty, is around 800 years ago. The story is about a young widow and a young scholar who was a widower. So when the two met, something was bound to happen. So 这个望乡亭呢是张派的名句。 就是一般说张派就是只有张君秋派参演，一般的其他派别的旦角就不演这出戏。那张派唱腔呢是非常华丽甜美，我们可以听到，就待会儿您欣赏到，就是张派唱腔怎么样用他的婉转腾挪来表现剧中人物的他的心情和性格。好，那下面就请大家欣赏《望江亭》。 啊。
媳妇来到关中，多住无期呀。哦，哪只媳妇？全部。我那侄媳妇已然跨河西去，亡故三年啊！什么事？真是荒淫薄命呐！啊，侄儿又当是男儿无妻，心无知，就该另娶一门才是。只是不应臣妃日益之言。哦，这诚心之人吗？看来是有缘的了啊！哦，什么有缘呢？侄儿，你呀有所不知，本城有一少妇，名唤韩吉儿，美貌出众，许配李学士为妻。不想李学士三年前亡故，韩吉儿一人独守，甚是可怜。啊，本城有一杨衙内，乃是太尉之子，无恶不作，曾向吉儿提亲，吉儿不允，故而夺命黄土，来到我这关中居住。少时我将他请了出来，你们相见吗？这不是有缘的了吗？就请姑姑代为作媒，侄儿若与淑女为配，终身不忘大恩义。侄儿哪里话来？你二人一个文婿，一个未嫁，待姑姑用言语打动他，他若应允，这亲事不就成了吗？侄儿，哪怕恭候佳意啊！侄儿，慢来，少时姑母哭嗦一声，你便出来。姑母若是不哭嗦，你呀可千万不要出来呀！记下了，记下了。啊，学士夫人，不要紧了，快快请了出来吧。是景象失主依然走去，此地无人，快快请出来吧。
才是你了么？我乃苦命之人，一年来我师父连年亲同不日，理应唤我的名字，还像是一家人呐！好一个一家人，如此就不叫你夫人了啊！这便才是。如此，继儿。师父。请坐。有座。坐下。每日在馆中替我抄写经卷，我这心中时时的不安呐、师父啊！Thank you.
哎呀，侄儿，时有巧合，有人托我提亲，虽然比不了女学士，但是此人才貌双全，也是官宦人家子弟呀。好，怎么也是官宦人家子弟呀？真是。Yeah!
人不应，相声我是配。你二人带领书童快快从后
下，直奔官船而去，便了马。好正。见字来到青南关，走一个往后站，我好热。太多话了，苗恩。Thank you.
Thank you.